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我们要来去小毕业旅行，然后我们要去花莲跟宜兰。我先来去找我同学，我已经看到他们，我要偷录他们，我偷偷录，结果被你们被王杰发现了。你可以这样坐成对面，哎、欸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你为什么看得到自己的眼睛？我们成功到花莲了，只是超热，大家穿太多了。对，我没有带外套。要带外套的话，好。晚上会冷，很舒服。我们四个人有驾照，但是我们不敢骑，只能给别人载。我就废。他们就在后面，现在找驾照。谢谢司机。有点DB钱，准备拿了。我们马上来吃这个黑川黑炒老。到齐了吗？他们去停车。我们知道起来都带位工作。哦好。哎，为什么人出来玩在拉面店还要看那个电影？电影真的很有意义，大家一定要去看。就是错过了，真的。哇，哎，你在这样看烟超超浓的。刚刚假装我没带钥匙，哎，我钥匙哎，然后就有是谁没带？什么阿姐、王丽姐哦，只好跑回去。啊，我也看到，还好你有拍照很少哎。对啊，哎，真的有人跌石头哎，我们要跌吗？我以为你要说真的跌倒。哇塞，你好萌哦！一二三，来唱一首属于这边的歌吗？好。我觉得默契不好就我觉得有人会 get 到我哈。3、2、1，停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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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们两位限时五秒钟，看到这个地方会想到什么歌？一就讲出来哈，数到一就一起哦，3、2、1。冰海，哎，冰海，哇，他们直接叫，好夸张！我们不畏风，还是要来拍我们学士服照。不可能学士。可是好像蛮好看的哎、欸，你跟王一杰天生一对，难怪你们天生一对，命运的，我也觉得。叫三高来，你们三个都15000。你是第一个啦，你多少？比你高。15几是15几，我最高。哎、欸，那我算高的耶。太棒，因为可以多黑几次，然后再你之后再找一个你觉得好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，看对方了吗？好。好可爱哦，用力一点好像还可以，嗯，很好看。我们要来帮别人堆的这一个石头塔戴眼镜了，达成七星潭成功。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站张家，赞哦，要去喝饮料咯、嗯、来，骑士们 ready 咯，走咯。我天空真的很美哦，七星潭。直接下雨变超冷的，超冷，后座还发抖。这样子我在动是吗？哇，你脚一直在抖。花莲是蛋的富翁，超多，真的吗？也很多。我们两个人睡最大间，一人可以睡一张床，然后厕所也很大。重点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。可以唱歌，外面还可以烤肉。哇，谁那么贤惠在处理？我们大家。高丽菜的部分，那这边呢？好，我来去拍木炭组。对，处理虾很有概念。没有。我们的火锅出炉咯，很丰盛呢。来一间，我想看看你在做什么。香肠煮穿烫一下，再拿去烤会比较快速。然后你这样看好快。怎么办？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家毕业之后都可以很顺利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。讲快点，耶！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很好，好，耶！很顺利。第一个，希望大家毕业后工作、读书、上班的上班都很顺利。好像什么顺利？两位一起吹，生日快乐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真的是什么意思？我说完全你爸妈，我现在也帮都打好了，怎么每个人变成准备要录影？始作俑者是这位黄色衣服的好吗？哎，两个，我觉得雨慧以后我们不要尝试这个颜色的发型。先不一样，但我觉得你的是可爱的、欸。我刚刚说不要说到，我不是可以说了。哇，是这种颜色，哇，脸好大。大家，我们是在，哎，找不到你们，星星之火。对，星星之火可以去去五巨头。好迟到了啦！请问，我刚是直接洗澡。大家，地板有打火机。好酷！我还没走，小心！不要靠近！花莲好好玩之薯条内斗，第一题。三、二、一。抽象派画家。干，不会画画。来来来。尽力。的风景，我们马上要出门了。来，大家早安，是我们第二天的早上。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呢？各位，要去海洋公园。耶、yeah, ！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 OOTD， 我们先不讲，看大家可不可以发现。这里也没有来，我想说，我已经要爆出那个云啊，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而且刚好加那个山，这样很美。我们的票是先在虾皮买的。谁叫要大声？不让你好像有点怪怪了，
到底。好吧，各位，有童心的时刻。等一下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换吗？五个心脏比较美丽的坐第一排啊，我们只能坐第一排，我们不要为难自己好不好？我们上来我们就很棒了，发功就好，勇士不要，加油，我们会全场叫最大声的，对啊，开始录了。刚刚录一个 reels 的影片，前面录了几次？小姐，13还是12？前面录了几次？我整个慢慢拍，他们两个一直等我讲。主教的人还不会跳。来，旁边放上那段失败的影片。Best friends forever。Yeah! 然后手机还不见了，插在树上，有多荒谬？对，我搞不懂啊，搞不懂。我们大厨现在从切我们的洋葱 ，onion 是吗？呀、yeah. yeah, ，其实我刚刚是负责洗水淋，可是洗的技术偏不好，所以我们的维珍上来帮我洗，他超强，现在在很认真的腌肉。是这样，你要拿一桶要煎一下。造型好吧，我们昨天聊天聊到五点，我五点多睡，真假的？你后来又还没有睡着？没有，我在看影片。
第三天的第一站，来到花朵木找午餐。木盛的找午餐，它的都看起来很不错。那边排队。我们到宜兰，我跟维珍一组了，要准备出门，但是又下雨了。你看，下雨了。哎，有没有洗脸？有啊，洗一下。我很开心在洗脸。嗨，不作揖。没有面罩。对，一个是工地主任，一个是海绵宝宝。打工啊，做工啊，不可能来到花莲就狂风暴雨。我跟你说，我每个带每个朋友来宜兰，每个都遇到下雨天。钓虾教学开始，老板要亲自教我们。没有第一次。哇塞，有这么钓到了？有这么轻轻松松吗？为什么？什么时候爬下去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去拿网。这只虾以为这钩子是死的，然后就打你了。对。哇，你很厉害！而且钩子，它的夹子会夹的。它会，所以你要小心。你觉得我们会获胜吗？有信心。哪种？我们钓虾没办法，就来剥虾给大家吃吧。我们现实，我们会剥虾的剥虾。对，你看手多巧。大家自己想办法。那晚上要马上来做八，哎，什么八路？八十克。八十克，雨花要带我们来做。这个要二，我用什么碗做？用一般的，那有的碗。我们的八十克好香哦！再给它再拉黑一点，好漂亮啊！夜晚的宵夜，吴主厨再次掌厨。哎，这样还蛮好看。我们先睡到饱。现在几点？快十点。现在9:50了。我们睡超饱的。昨天我们晚上12点多，哎，12点多就睡了。在400公尺处向左转。半路上的狗狗。半路上的狗狗。哦，我都没有说话呢。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行程啊，彰美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10:51。我们看看我们买到票是几点？走到你左转那座位置哦。哎，慢慢走哦。好。待会在喂的时候可以撕成小段延长喂。这可以摸吗？我们的动物呢都可以摸。那我们尽量避开它的头跟屁股，我们只摸背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总共分了3区，我们每到下一区都不能再折返回来了。好。很错乱的样子。我想直的，我想好，那我就站着。人家直的。哎，他拿我的椅子。我们成功吸引他们过来。好好笑，我觉得他们太冷了。一起睡，他们一起睡。他们要去全联买菜，我们要去买卤味喽哟。祥和发烟。推荐哎，咪咪要拍照吗？1、2、3，耶！哎，每天都吃超丰盛的，洛宁主厨开张咯，咪咪，嗨，哎，耶呢耶！我们要为大家展示我们薯条的传呼，1、2、3，我很棒！4天3夜过得好快。
一下子又结束了。我们每分每秒都很认真的在玩，尤其在大四能聚在一起特别难得，所以特别珍惜可以一起玩的时候。很谢谢七正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，也做了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，因为有彼此才创造更多奇妙的回忆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把握当下的我们就很值得。有机会的话再一起创造更多欢笑吧。小雨留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